是我，我来接。草原，我找你姐姐休困起来，好，来，我来接。 万一 DNA 检验出来结果真正像陈东俊讲的安尼，我唔是爸的后生，但是要安怎？从人要来病是要创啥？ 林娇，你去看，咱较爽快。多谢。小月，你去哪里病啊？你过来见伊啊。你是不是想到当年有关于密室的代志？虽然当年的代志我记了，唔是足清楚的，啊，不过迄种恐怖的感觉，这五年来。 就亲像我帮共款，我一直拢无法度放袂记。草月，我毋是当事者，我无权利逼你把迄个代志放下是放袂记。毕竟，迄是亲身经历过的。啊，不过我看你一条这个代志，困了，我真正毋甘的。草月，一切拢过去啊！你若并毋是硬实力，当年是有一时好奇，你若讲法师，才对你安尼做。 而且伊嘛甲你回信了啊，嘛答应过你阿妈要阁还了，敢毋是？原来堂姐伊当年离家出走，是因爸要对伊下咒。那我做是你，你敢会相信我阿爸白阁还啊？最近发生遐尼侪奇奇怪怪的代志，我对阮阿爸真正无啥物信心。我通了解你的想法啦，不怪，你最近一定也想到当年迄件恐怖的代志。 其实我上烦恼的人是超强。伫密室内底，我阿妈叫我试过来的时阵，我有看到超强嘛倒伫遐。啊，不过我阿妈就有叫我赶紧走尔。超越伊是伫讲啥？我五年前互爸骂昏过。我超越阿强，毋是对当年用关密室代志无印象啊？既然伊无印象，应该袂亲像你安尼。 会跟代志影响着我。你是要烦恼我讲啥？我烦恼的是，我阿爸毋知影到底是用啥物心态在面对超强的，而且我阁有听到因讲超强伊毋是。夏超越，你怎讲啥？我爸互阮爸袂放过，五年前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我会知影真相。阿娇，你较冷静，那我做实力，怎好家己爸爸袂放过，你敢有法度冷静？ 草原，你甲我讲，你讲你临死之前是时阵，我倒伫你的身躯边，敢真正有影？阮爸是下什么酒啊？我真正毋知影。后来我有问阿嬷甲阿伯，因两个人拢讲，阿伯是因为一时好奇，才去试阿公留落来的法术。阿嬷是叫我有危险，才叫我赶紧离开的。
什么好奇？把那导航明明就这厉害，伊讲出来只是要暗打超越借口尔。迄表示讲，董明白确实想要对我还佫有超越下手。伊到底想要创啥？阿舅，敢讲你知影当年江总裁佮你佮超越关密室媒婚嘅代志？我哪有可能知影？我嘛是拄则知影家己帮我媒婚过。我来阮爸甲我讲看，看到阿公留来法术笔记，就感觉好奇。啊，不过伊无我的慧根，伊无完全成功。但都是我头一次用，就还煮一领到五一零的婚礼，不敢乱七八糟啊。我是不是应该甲曹翔讲，伊不是阿伯的亲生后生？曹翔，我知影你甲阿伯感情足好的，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其实你我卡这边无爽快来看医生，挂号时间到，另外再去讲。兄弟，爸，在我寻求库，在我的 dream car 呢，你先不上话。你无想要弟弟的奖励哦，感觉得转修啊，还练耐劲哦，这效果真好了。究竟啊，你无大无小是？我你老爸呢？跟他做乜事？阿爸跟相处本来就当当作是朋友同款，咱两人关系遐尼好，你不就欢喜？欢喜啊，当然嘛。欢喜。你无咧怪爸爸吼？原谅你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对啦，多谢替我，我甲担着所在吼。你唔听家头的声，应该大家来对了，丁达。是啊，爸明明就对我足好啊，咱爸甲相处就好像就兄弟同款，感情真好啊，对啊，佫拼性命甲我救呢。你是个狗囝，我着唔信，甲你拍到剩一口气，伊也无要睬你。王金，你甲曹强放开，有听无？爸，爸，你个爸，啊啊啊！曹强，你来。妈，拢是我唔好啦，你为着我。无论往倒处的方向，嘛要王恩静的手内底把我救出来，拢是我，我无把自己处理好势啦。这么一个，你是，爸，你连你家己身体受到倒处，还要把我救呢？是为了要保全我的身体，因为我是转身术上重要的容器，换做任何一个少年健康的身体，你嘛感觉对遐尔好。Ugh!
将军早叫我进来跟你讲的所在。